了死我。当时少年，我的爹亲为了国家人争不脱，走今日我王位可做，我也牺牲不少。我今日了都为到一个小小路子，可在你阿人遭天地。你讲苏杰是我做英雄千里嘞？王叔公孙婆婆，你素面多罪，你不来叫你靠近神机，也会颠叫过来。也他们母可以发现什么的？众人带进来。快了，笑。那你焦勇敌在处？你是焦勇敌？你用变成这款模样，你可了解？这是咱白开荒。我为你母子四位年，一转出来心弯，来来来，焦勇敌，你了解？别家里已经死了，然后你的母子，也原来你死亡，你在如此强，强家无名，你的母子心弯，然后你变焦家，虽然顽强，也就不破。你若要替你母子报冤仇，就赶紧请起来。啊冤家无死，冤家无死，冤家，冤家死去啊！冤家死啊！冤家死啊！是你，是你，是你，报大人做主。我用皮，不挂面前，让我为你做主。到底事情怎样发生？是本官听你心里处。报大人，我国将亡了。是为君主求情，要来这样，君主的心胸丑陋，我为着酒宴大醉，掉下红袍，伊口口声声碎落，当时要我如何镇守？我已经向君主言道，万载故皇帝，我已经有政策，乖囝嘛已经出世了，无疑个君主碎落，我力量连东退一呼。要来知影，王爷也情感受困，君主心胸丑陋，我惊你无门，高才惊下逆境，要来找我交勇气。要来知影，君主你，你从我家里娃娃害死，刚才从我里母拍的半死，阿你是用宽心压迫我。我做人老爸，无愿为我的子女伸冤报复，可怜的我的家哦，伊也一命可怜无辜，望大人，阮全家徛的亲眷，望你为我做主啊！当心，将用钱背信，是啊，望大人，阮助你啊，报恩家，保护独环，你见。焦勇敌，声声跟我来控告，你要交不交嘞？